新生活好管家，羊肉有温补的功效，夏天适当的吃一些羊肉可以去除人体内的寒气。专业厨师石小亮为大家推荐一道美味的带皮蒜炒羊肉。接下来常华为我们带来一道简单易学的蒸菜肉酿白菜卷儿，既美味又营养，同时也避免了炒菜带来的油烟困扰。节目最后，好管家的老朋友佘启鹏为我们制作一道夏日的爽口凉菜捞汁土豆片儿。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好管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柯。说到这个羊肉啊，可是咱西北人特别爱吃的。这个羊肉做法啊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肉啊、红烧羊肉，还有这个清炖羊肉等等。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用羊肉这种食材来做一道好吃的美食。有请一下本期嘉宾石大厨。你好。主持人好。你好。大家好。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美食了啊。我们今天要做的是羊肉，是吧？羊肉，拿带皮蒜给羊肉同时烹制。哦，用带皮蒜，您做这个羊肉好不好吃？别有一番风味。那我们今天就来品鉴一下这道好吃的羊肉究竟是怎么来做的哈。我们先来看一下需要准备哪些食材。制作这道带皮蒜炒羊肉所需要准备的材料有：羊后腿肉、带皮蒜、洋葱、青红美人椒、葱姜、干辣椒、鸡蛋、辣椒酱、蒜蓉辣子酱、芝麻、孜然粒、盐、糖、味精、料酒、白胡椒粉、红油、水淀粉。好，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羊肉是在这里啊，已经处理好了。处理好了，这是羊后腿肉。羊后腿肉。经过它刚才一段时间浸泡。对。拔净血水，持续腥味儿，是这个羊肉，高蛋白。鸡子糖，对，这个是一整块儿是吧？是羊后腿，羊后腿肉，容易消化吸收，消化吸收。羊后腿肉也可以用来烤肉啊，或者是做清炖呀、也可以，是吧？黄焖羊肉啊等等都可以做。经常食用羊肉能提高人体免疫能力。对啊，羊肉盖子前打去上面的筋膜，带上筋膜又是碾制过来以后咬不动，咬不动，有点硬是吧？对，有点硬。对，所以要把上面这层筋膜给去掉。去掉之后，把它盖成2厘米见方的筋。哦，今天切的是这种羊肉丁是吧？对。平时我们可能自己在家做的哈，如果是羊肉特别新鲜的话，做那个清炖羊肉，清炖大块的那种，大块，对，吃起来很过瘾哈，感觉。今天我们炒的是这个羊肉丁儿，羊肉精。因为我看今天我们这个调料里面还有孜然哈，孜然、芝麻，调料比较多，也比较一个相应的做法。对，好，我们先把这个羊肉来切成条了啊，切成条，再把羊肉来切丁，2厘米见方就行。对。其实羊肉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很高啊，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还有这个维生素，而且夏天吃羊肉呢，可以起到这个补充益气的作用。因为我们夏天会出这个很多的汗嘛，对吧？吃一些羊肉可以补充我们的这个能量。已经把这个羊肉已经切好丁儿了，切完之后，放入碗中，它进行碾制，要腌一下。提前准备好的葱姜水，葱姜水慢慢倒入，多抓一会儿，多抓一下，多抓一会儿，抓到啥程度嘞？羊肉表面发黏，有黏劲儿。为什么要用这个葱姜水呢？增香。有这个葱的这个香气。你像咱平时包饺子吃，就是包出来饺子干湿没熟，不好吃。这是葱姜水没有打进去，又是花椒水了，都可以了。花椒水、葱姜水都是可以的啊，而且还起到这个去腥的这个作用，是吧？去腥增香，尽量多抓一会儿，抓完以后加点鸡料。半个小时左右吧，半个小时左右，加入水煎放，继续抓，抓完以后再加入食用油。好，食用油是在花枝的时候不容易粘，放点油。本来我们用油呢是由缠花菜籽油提供的，缠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好，这样就可以了。腌制半个小时。好了，这个羊肉呢我们正在腌制啊，腌制。那我们趁这个时间呢，我们来要把蒜来炒一炒，是吧？对，咱热锅凉油，三成是油，下入带皮蒜，慢慢经它。要炸一下哈，炸到七八成熟。它炒不行吗？为什么非要炸呢？炒肯定炒不熟啊，火一定要小，它小火经炸，容易成熟。这个咱这时候必须注意火候，
火候不能太高，再个是炸出来后外焦里不能油温太高是吧？保持在三成油，让小火来炸。对，所以说炸这个蒜要选择这个带皮儿蒜，带皮蒜，嗯，新蒜也比较香是吧？对，炸到七八成熟时捞出控油，待油温升到四成左右，嗯，下入羊肉，滑一下。那下入羊肉，好，让羊肉也过一下油啊。嗯，滑下油。但是这个时候的火候要掌握一下，我们开的是很小很小的火，嗯，火候一大更容易滑老。对，害怕老了。嗯嗯。这个是炸一遍就可以吗？炸一遍就可以了。嗯。就把这个羊肉呢炸到这个软烂就可以了。对，嗯，羊肉滑到三成左右，滑熟滑透，滑熟滑透之后，咱下是青黄梅仁椒。哦，接着下辣椒。这个时候就下哈。嗯，也辣个油。好，跟着一起来炸一下。嗯。好，现在就可以了。这个倒出控油。多出的油倒出。对。炸过之后的这个羊肉非常的鲜嫩啊、哦，看这个颜色就不一样。那接下来呢？现在咱也兑一个芡汁，首先咱加入蒜蓉辣子酱两勺，辣梅子酱，加水洗漱一下，适量水也不要太多。嗯。好，这就可以了。好，把它稀释一下啊，搅拌均匀。然后我们锅里呢是留了一些底油在里面的。对，留一些底油，咱下入咱准备好的小开阳，下入小料，葱姜、橄榄油。把我们的料头都放进去哈、啊。把料头放进去，进行煸制。炒香。嗯。哎，我觉得这个羊肉跟这个洋葱的搭配啊，真的是这个绝配。绝配。绝配。嗯，炒制出来就特别的香。分香去香，对，辨识香味后，大家划好的羊肉蛋黄，好放进去，大火翻炒，让香味融入羊肉中。好，把它大火进行翻炒啊，在香味融入当中后，汤汁汤汁就了汁。对，行行，大火翻炒。嗯，这个时候这个香味儿已经出来了哈。最后咱撒上芝麻。芝麻。嗯。嗯。孜然粒。孜然。再加少许的红油，蒸出。火翻炒，嗯，最后咱们再加入味精、白糖、胡椒粉，再次翻炒均匀。这个里面不可以啊，酱汁和的盐味就够了。大火翻热，可以了，好了。好，我们出锅。嗯、出锅。那这道带皮蒜炒羊肉就已经做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羊肉性温味美，有很好的滋补作用。夏天天气炎热，经常喝冷饮吹空调，难免会造成人体寒气过重，此时适当的吃一些温补的羊肉，有利于发散滞留在体内的寒气，保护肠胃。这道带皮蒜炒羊肉，羊肉经过腌制，再加上新鲜的带皮蒜一同烹制，既去除了羊肉本身的膻味，又保持了羊肉独特的鲜美，咸香微辣，肉质鲜嫩，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又滋补了我们的身体。好，接下来呢到了我们的品尝时间了，我们已经提前用公筷把菜品已经分好了啊，我们可以来尝一下了。来，主持人请。嗯，我闻到这个羊肉的香味了。嗯，一定要吃一个这个带皮蒜。我觉得这道菜，我觉得蒜特别好吃。对，我觉得如果要我给这个菜来打分的话，我觉得应该打9分，
特别特别的香。首先呢，这道菜呢，它有这个蒜香味儿啊，它是蒜香味儿十足，因为我们用了大量那个蒜来炒制的。其次呢，它是这种香辣口感，因为里面呢放了辣椒，还有辣椒粉。除了这个带皮蒜呢，还有这个孜然。孜然、芝麻，都是增香的。啊，都是增香的，所以我吃到嘴里啊，这个羊肉啊，我是觉得有一种就外面吃这个烤羊肉的这个感觉，烤羊肉串的这种感觉，是吧？但是我觉得像炒这道菜呢，它的食材特别关键。我们今天选用这个羊肉啊，非常的新鲜，是那种肥瘦相间的，对，而且是很嫩的，然后一点都没有这个膻味在里面。刚才我们还放了这个青红的美人椒，放了带皮蒜，还有一点特别重要，我是觉得羊肉特别吃洋葱，对，是吧？绝配啊！羊肉跟这个洋葱在一块儿一炒，你要是在家做的话，大家喜欢吃洋葱的话，也可以多搁一些在里面呢。可以。夏天吃羊肉呢，可以滋补啊，对我们的脾胃呢是非常好的。那如果你喜欢这道菜的话呢，不妨在家里也学做一下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道带皮蒜炒羊肉的制作过程。第一步，羊后腿肉洗净，去掉表面的筋膜，切成两厘米见方的丁，放入容器中。第二步，在羊肉丁中加入葱姜水抓匀，放入盐、味精、胡椒粉、料酒，搅打上劲，加入鸡蛋清、水淀粉，抓拌均匀，倒入食用油腌制30分钟。第三步，油温烧至30%热时，放入带皮蒜，小火浸炸至7-8成熟，捞出控油，油温升至40%热时，放入腌好的羊肉丁划散，倒入青红美人椒滑炒之后，一同倒出控油。第四步，小碗中放入蒜蓉辣子酱、辣椒酱，用清水稀释后搅匀，调好碗汁。第五步，锅内留底油，放入小洋葱块、葱姜、干辣椒煸出香味，倒入炸好的羊肉丁、大蒜翻炒，淋入碗汁，放入熟芝麻、孜然粒、红油、味精、糖、胡椒粉，大火翻炒均匀之后盛出装盘。管家小账本，羊后腿肉50元，辅料10元，共计花费60元。欢迎大家接下来收看我们的好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柯。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道既好学又好吃的一道家常菜。有请一下我们本期嘉宾常姐。你好，常姐。你好，你好。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又来给大家来分享美食了啊。对 对, 对。今天要做的是什么呢？肉酿白菜卷。啊，好像听着有点小复杂的样子，是要一个要卷起来像春卷一样那种吗？是的，是的，听起来复杂，做起来可简单。好不好吃呢？这个是重点。对，一会儿尝尝哦。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需要准备哪些食材呢？制作这道肉酿白菜卷所需要准备的材料有猪肉馅、白菜、洋葱、香菇、鸡蛋、葱姜、料酒、盐、蚝油、胡椒粉、水淀粉、藏红花。食材看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可以来开动了啊，我们可以来做了。好嘞，我们先拌馅儿吧。这个馅儿呢是我刚才剁的啊，没有买绞肉，自己剁的呢颗粒比较大，做出来呢味道更好吃一些。手工剁肉是吧？对对对对对，这是生姜啊，放一些生姜。剁的这个姜末啊。对，然后呢再来点洋葱。然后呢香菇，葱，对，这有点像拌饺子馅儿似的，是吧？对，我说起来这个菜呢，为啥印象比较深的原因是啊，十几年以前看那个电视剧学会的这道菜，后来呢，我具体操作的时候看着挺复杂的，结果做起来也不是很做。这个就类似于做饺子，只是饺子皮儿呢是面粉啊，面粉是饺子皮儿，我们今天是饺子皮儿换成了白菜，来改良了一下，是吧？然后我们再放点盐，少放点盐啊。我现在觉得我们做饭呢要少盐、少油、少糖，然后再来点料酒，因为有肉馅儿啊，对，去腥，可以来去腥，再来点蚝油，好，倒蚝油是比较鲜美的，对。我自己平时在家做啊，放蚝油我就不放盐了，再放点，咸度完全是够了啊。对对对，是这样的。对，然后也不放鸡精了。对，然后再放点胡椒。平时调饺子馅儿喜欢什么味儿，根据自己喜好。好，或者放什么五香粉呀，这些都可以放。对对对，所以说这道菜里面啊，这口味是比较丰富的啊，既有它肉的这个口感，又有白菜它那个脆感。
是吧？是，一会儿我们还上锅要蒸一下啊。好，我放边上，这就行了。白菜呢，稍微焯一下水，要过一下水。一会儿我们要把白菜当饺子皮儿来用。下来呢，我们就用白菜。白菜呢，号称是蔬菜之王，里头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E， 还有富含钙，还有呢，就是白菜有润肠消肿的作用。对，所以我觉得白菜是个好东西。白菜炖粉条，然后火锅里面，然后下白菜涮着吃啊。是。涮羊肉里面那个白菜涮着吃也很好吃。对对对，白菜本身是甘甜的，对，就是、它也。就是什么菜都可以配它，嗯，食物美价廉，一年四季都有，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它，所以非常方便。嗯，好的，我们这个水开了是吧？对，我们把白菜放进去焯一下水。哇，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白菜都是小白菜啊，这么大个儿的小白菜，娃娃菜行不行啊？娃娃菜我试过，娃娃菜有点小，就是要中不溜的这种。对，照水的时候呢，你首先要先放盐，在里头再撒几滴油，滴几滴油，这样的话呢，菜出来是清亮的，颜色好看一点。对对对对，是的。嗯。本栏目用油的时候，缠花菜籽油提供的，缠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因为白菜也比较好熟，可能轻轻焯一下就可以了。对，都不需要熟，因为一会儿我们还要蒸。还要蒸呢。嗯，好了，你就看着差不多卷上来了啊，就可以了啊。哎，对，这个颜色还有点像娃娃菜那颜色啊。是是是，娃娃菜偏黄一点是啊。好，拿出来稍微晾一下啊。啊，要不太烫了，一会儿不好包，是吧？对，是的。然后稍微等一下。好，我们这个白菜呢已经焯好水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包的这个状态了啊。对对对，包也很简单，我们刚才的馅儿，哎，放在中间啊。好。对，稍微多点，稍微多点馅。那怎么把它粘连住呢？看，很简单。先包叶子啊。卷一下啊。嗯。卷一下。哦，两边折一下哈。对，嗯，这样。哦，很简单，确实是，有点像这个卷煎饼。对对对，比包饺子感觉还简单一点儿。对，包住就行了。嗯，两边这样一折。对对对，然后这样。像一卷，然后摆盘就行了。对，嗯，一家人可以动手一起来完成这道菜，一起来包，像包饺子一样。蒸菜呢，特别适合小孩和老人吃，它这个营养呢流失的非常少，而且蒸菜呢它也不太腻，是吧？对对对。然后被包裹住的这个肉馅呢，它的营养成分也是被包在里面的，所以说一口咬下去应该还有汤汁儿，是吧？是，一会儿我们还要挂个芡。嗯。在上面放点那个藏红花，一会儿出来呢颜色好看。而且藏红花呢也有活血的作用哦。我要说一句，如果放这个藏红花的话呢，最好小孩子不要吃啊。那些小朋友吃的话，就把这个藏红花去掉就可以了。对对对，也可以放枸杞。对，我们这个菜呢已经卷好了，上面已经放好这个藏红花了。对对对，是。如果呢，就是有朋友不想放藏红花的话，可以用这个枸杞来代替。是是是，嗯，枸杞也很好看。现在锅开了，上气儿了，我们把它放进去，要蒸一下，是吧？对，蒸十分钟。好，要蒸十分钟的时间。对，十分钟。好，那我们就等待一下十分钟的时间。嗯、好，十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菜蒸好了没。好、我们看一下。哇、真是。我们现在呢开始勾一个芡汁儿啊，水淀粉，放一点点盐啊、只放一点点，不能多放。好，不能太咸了，是吧？对，好，要加热一下哈。对，然后我们把这个汁儿，要把里面本身有的这个白菜汁儿要倒出来哈。对，我们把它倒了。让这个芡汁儿跟这个白菜汁儿相融合，然后再浇在我们这个白菜上面，可能味道更鲜美一点。对，汁儿好了。
好，关火，我们把汁儿浇到上面。上面再撒点儿葱丝儿，这一下。好，我们这道肉酿白菜卷就已经做好了，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欣赏一下。白菜物美价廉，清甜味美，做法呢也非常的多样。今天的这道肉酿白菜卷，用白菜包裹着鲜美多汁的肉馅，蒸一蒸，色泽透亮，鲜香味美，清淡宜人的味道也正好烘托出主角的鲜味，老少皆宜，吃一口就会爱上它。做法简单，营养丰富，特别适合在炎热的夏天来制作，也避免了炒菜带来的油烟困扰。好，接下来呢，到了我们的品尝时间了。我们已经提前用公筷把菜品已经分好了啊，我们接下来可以来尝一下了。啊，尝尝尝尝。嗯，看看味道怎么样？首先呢，来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它的这个摆的这个样式呢，包括它的这个本身菜的这个卖相呢，看起来就比较有食欲啊，看着清清淡淡，颜色也特别好看，搭配的黄色呀、红色还有这个绿色。首先呢，它是一道非常营养的菜，我觉得今天我们做这道菜，它的这个咸淡度啊把握特别好，是这种咸鲜口感的，然后一口咬下去，白菜呢其实已经蒸得很软了，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然后一口咬下去呢，里面是这个肉香，对吧，然后外面呢包裹着一层这个菜香，所以说呢一口咬下去还是很满足的这种感觉。然后里面的肉馅里面还有这个香菇，对吧？对，香菇呢本身它跟这个肉馅搭配呢就是很完美，香菇有洋葱，就会出一些香气在里面。其实我在设想哈，这个肉馅里面如果加一点点这个虾仁是不是也很好？对对对，加虾仁更鲜一些。小朋友是更喜欢吃了，是吧？就刚才因为常姐也说到，这道菜呢很适合老年人跟小朋友来吃。首先呢，它的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呢，它是少油的，对吧？软糯，然后这个盐放的也比较少，然后体现了本身它食材的这个原汁原味儿。对，吃下去呢没有太多的负担。是。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不妨在家里也学做一下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道肉酿白菜卷的制作过程。第一步，在剁好的肉馅中加入姜末、洋葱碎、香菇丁、葱花、鸡蛋拌匀，放入盐、料酒、蚝油、胡椒粉调味之后搅拌均匀。第二步，水烧开之后放入白菜，加入盐、食用油，白菜焯至变软之后捞出晾凉。第三步，分别在白菜叶中放入肉馅包住，放在盘中撒上藏红花，蒸锅上气之后放入笼屉中，大火蒸上10分钟。第四步，在水淀粉中加入盐搅匀，倒入锅中，再倒入蒸白菜卷的汤汁，烧开之后淋在白菜卷上。管家小账本，猪肉馅10元，辅料10元，共计花费20元。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老朋友佘启鹏，欢迎启鹏都来做客了。那今天呢，我们带来这个菜品呢，也是我们夏日炎炎系列的一个凉菜了。对，你看现在天气这么热，其实我们在夏天最受欢迎的应该还是凉菜了。是的，吃起来会比较的清爽，又提振胃口。对啊，那今天的这道菜品，它的这个名字叫什么呢？捞汁土豆片。哎，一听这个捞汁儿就知道一定是很有滋味的了。对，它这个口味就是酸辣，因为我们观众嘛都喜欢吃酸和辣嘛，所以今天这个就是以老醋汁来调配的一个凉菜。比较爽口一点。哇，又爽口又有味儿，又是凉菜，对，夏日最爱。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所需要的具体食材都有哪些。制作这道捞汁土豆片所需要准备的材料有土豆片、菜椒、木耳、干辣椒、蒜、香醋、生抽、辣鲜露、白糖、鸡精、味精、冰块。好了，食材了解了之后呢，其实都很家常啊。对，相对来说这个菜比较简单一点，就只是可能在味上面跟家里面做的出来的味可能有点差池，还有就是一个土豆一个口感就是有点差别之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很常见的。那辣椒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青椒，然后一个青红辣椒段，还有一个木耳，然后配料就是一个蒜头。做第一步就是我们先热锅烧一个水，
现在水烧上了这个土豆，就是这个土豆跟平时的我们用的土豆可能有点不一样。这个土豆就是我们选用的陕南这边的黄心土豆，就是小土豆，直接去皮之后，然后稍微打一个鞭子，然后切出来的大小都基本上是相似的，薄厚稍微就是说也不要太薄，也不要太厚，因为那个黄心土豆它吃起来的口感和那个白心土豆的口感是有很大区别的。白心的土豆吃到嘴巴给人感觉就是那种没有那种本身的土豆的那种马铃薯的那种香味。我们做这个捞汁的凉菜的话，我们就肯定要吃出食材本身的那个味道，出来的口感会更好一点。土豆片的话是我提前切好的，可能就说在家里面做出来土豆片和你去饭店吃的差别就在哪一块呢？就在这个泡水的时间上面。我们在酒店，我们这个土豆片是提前切好冲水，就是冲个一个到两个小时之间的。哇，就是要冲这么长时间啊？对，出来这个土豆片，你看这个土豆片本来切出来是个平面的，现在就它就已经是一个变形了的，哎，卷起来了，卷了的。这样的话就是它这个土豆的上面的表面的一个淀粉已经冲洗干净了。对，所以我们再去焯水再来凉拌的情况下，这样的出来的口感就会更好。淀粉尽量的多去除一些，是不是就保证它口感的一个清脆的一个感觉？对，我们要吃它的那种清脆感，但是还要同时保留土豆的那种原有的土豆那种土豆香味。对，今天我们就现场没有去切这个土豆片，切土豆片大家都会切，打比方你下午来吃这个凉菜，我们早上可以切好，我们弄一瓶凉水放在里面，然后我们直接放到冷藏也能达到我们这个效果。在家里的话我们就冷藏浸泡多一点时间，也能达到冲水的这个效果。对，现在我们就是进行一个焯制，焯这个土豆片的时候很关键的一步就是说一定要水开，下去烫个十几秒我们就立马就出锅。原因是啥？因为我们这个土豆片切的也比较薄，再加上就是开水进去，水尽量宽一点，对，能全部把土豆片淹没，它也保证土豆片的一个熟制的问题。哦，然后我们这块就是准备的这个水是一个冰水，家里面如果没有冰水的话，我们就可以提前两瓶凉开水也可以，因为你夏天凉菜一定要注重这个过水的这个过程，一定要保证这个水，千万不敢拿自来水去焯制。焯制的话，可能说肠胃有点不好的，可能会就造成一个它不卫生啊。对对对对，这个提前冻好的这个冰块水，但这水一定要是纯净水或过滤水干净的水，凉开水也行。冰水它的温度低一点，比平常的常温水要低一点，所以出来的话一热一凉，然后出来的口感它肯定是比家里面做出来的口感要脆一点，区别就在这一点，对，其他的都没有多大的一个区别。这个水一定要就是整体全大开，然后再去烫。家里面焯制一些素菜之类的都是去用开水来焯制，对，这样能保证一个菜品原有的一个养分还有一个口感。是去煮一些肉之类的东西的话都是用凉水下锅，冷水入锅，这个就是一个区别啊，荤素的一个区别。对，像现在水开了之后，我们这个土豆片就是把水尽量的沥干一点，那这样我们就直接倒进去。倒进去之后我们就需要搅一下，因为就让它这样受热都要比较均匀一点，充分接触啊，对，出来的口感都会好一点。我知道启鹏是陕南人嘛，对，那陕南的话还有这个土豆干，对，晒的那个土豆干，像这个时节我们就开始已经晒制土豆干了。哦，光照好，再加上这个时节就是农户出土豆的时候，挖回来他们就是把小一点的挑出来就切成土豆片晒干了，然后等到冬季的时候，对，可能说炒肉啊，这样来炖菜啊，烧鸡啊，这样都可以。哎，晒土豆片有什么讲究呢？就像我们现在在焯水，但是晒土豆片的土豆片焯水的过程当中，它是里面放了一点点盐，因为它去掉土豆片在二次爆晒的时候那个粘性，因为土豆片如果太阳温度稍微低一点的话就会造成土豆片发粘。焯完水之后，然后也就是过一道凉水，然后再放上那种就是专用的那种轴席上面去晾晒，它很快就晒干了，现在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捞出来进行一个冰凉。这个变得有点晶莹了啊。对，然后直接放到我们这个冰块水里，对，迅速放进去。那么这个放到冰水里之后要冰多长时间呢？从土豆片它全部凉透之后我们就把它捞出来，就咱们冰的时间稍微充分点最好。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现在就做一个汁水，现在我们开始调一个料汁，首先锅里面烧点油。好，我们先把锅烧热。对，然后我们给锅里加上高原小粒味更香馋花菜籽油，待会儿要泼油是吧？对，要敲一个辣椒，然后把辣椒放到碗里面，这个用的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青椒，青椒干辣椒段，这个就根据自己的口味去添加，如果说辣味少一点就少加一点啊，能吃辣咱们就多加一点，然后加一个蒜蒜的话我们直接就进行一个拍就行了，拍一下，然后稍微剁一下，少加一点就可以了，
哦，和辣子放到一起。对，和辣子放一起，这就是脱脂就可以了。油温咱们到几成热呢？油温的话，相对来说就九成热。九成要高一点哦。对，油温要高一点，因为这样脱脂辣椒就能香一点。哦。像这样就可以了。对。我们把火一关，直接脱脂。对。其实你看，夏天吃凉拌菜啊，它相对来说，它油烟也能少一点。虽然这儿有泼油的过程，但是它总比那个烹炒呀效果能好一点。对，下来我们就熬一个老抽汁。这个老抽汁不光可以拌土豆片，就是根据你自己的口味，像什么陕西我们吃的老豆腐啊、菜豆腐啊，都可以去炒啊。这个汁儿很重要。对，先加入点水。这个水量的话，相对来说要比我们所用的调料的量都要大一点。锅里刚好还有一些刚才泼这个辣椒的油，对，留点鱼油都没关系啊。然后我们加入一个醋，香醋，一个陈醋。那其实今天这道凉菜这个熬汁的过程很重要。对，嗯，然后再加点生抽，生抽就是香醋的一半，加入点辣鲜露，辣鲜露是生抽的一半，因为不能让这个辣鲜露去抢了它们的味道啊。这个比例是逐渐递减的。对，这个料汁开了之后，火稍微小一点，对，因为酱油类的东西它稍微熬它就挥发了，再加上我们的香醋。如果在锅里面长时间熬制的话，它那个就是会产生一种氧化和铁一种氧化，也不好。对，然后再调一个味，就是这个调味比较简单，就是一点白糖。这个捞汁儿其实是百搭的。对，百搭的。哎，甚至就是咱们白灼虾也可以用。可以，鸡精。但是就是说，如果你白灼虾的话，你不喜欢吃醋的话，就把醋减掉。对。然后加点味精。或者就我刚刚说那个秋葵也可以用这个来。对，也可以。把秋葵焯一下，在冰水里一冰，最后浇上这个汁儿，或者蘸你这个汁儿吃都可以。是的。哦。像这个汁的话，要熬好了之后要放凉再去使用，因为我们是凉菜嘛。对。所以我们就提前有兑好的一碗吃，我们等会儿拿这个来调制就可以了。这是给大家演示一个过程，它要熬多长时间呢？像我们是大桶熬制的话，一般就是水烧开之后，小火熬半个小时。家庭做的话。少一点的话，你像熬个两三分钟就可以了。家里面有砂锅呀，或者是不锈钢的话，这种容器去熬的话，出来的口感会更好一点。对，全铁锅熬制出来的透汁，它会发生一个氧化氧变。那我们一次能不能稍微熬多一点，然后放到冰箱里冷藏？可以，就像这个的话，我们按正常的比例的话，打比方，我们投放1斤的醋，我们就是2斤的水，然后再加上那个250克的那个生抽，然后加上150克的辣鲜露，然后调点。鸡精和味精，再加点白糖，就可以去熬制了。如果说有蔬菜的话，也可以投点蔬菜进去，熬出来的味道会更浓郁一点，更香一点。现在我们把它倒出来，把我们熬好的这个汁倒出来。倒出来放边上。熬好这个醋汁，我们直接舀一勺放到这个热油里面。因为来激发一下它的香味。刚刚泼好的。对。哇，好香啊！这个刚才泼的时候，其实辣子香已经出来了。对。这个我们调好的这个拌汁儿放进去之后，经过那个热油一激发，那种酸香味也出来了。对，现在我们开始调制。这个土豆片就是在冰凉了之后，我们要把水分控干。对，这个我们提前控水了。对。啊，要不然它会稀释那个捞汁儿，对，味道就淡了。好，现在我们把它加入进去。好。我们今天要不了这么多，我们用一半就可以了。然后加入一个配料，一个彩椒啊，就是综合一个味道。对。然后再加一个木耳，这个木耳是我们提前烫过水的，就是在夏天，特别是夏天，在家里面吃木耳的时候，一定要当天泡当天吃，对啊，不要就是说尽量不要把它隔夜，对，先做先吃，隔的时间也不要太久。对，吃木耳一定要去，就是凉菜的话一定要烫水，一定要烫，烫完了之后让它自然融化是最好的啊，不要去过水，它就不用再过水了，对，嗯，现在就直接加入我们这个料汁。像这个就是我们的是捞汁土豆片，我们汁水尽量宽一点。对。现在我们进行一个装盘。现在我们这个土豆片就已经做好了。哇，捞汁土豆片太棒了，赶紧来欣赏一下吧。天气炎热，食欲不振，大家都喜欢吃一些清爽的凉菜。佘启鹏带来的这道捞汁土豆片再合适不过了。焯熟的土豆片经过冰水的浸泡，再浇上提前熬好的酸辣汁，酸中带甜，甜中又透着辣，非常的开胃，冰凉脆爽的口感一下子会让你爱上它的。
好了，欣赏好了之后呢，接下来终于可以尝一尝了啊！我们已经提前用公筷分好了。咱们现在外出就餐呀，跟朋友吃饭呀、聚餐呀，甚至在家里吃饭啊，都尽量用公筷公勺，这样会更加卫生一些。你看啊，这个土豆片吃到嘴里，居然是咯吱咯吱脆脆的这种响声，太难得了。我今天终于知道为什么在家去炒土豆丝儿、去炒土豆片儿，它就是没有外面饭馆那么脆、那么好吃。原来冲水这一道、泡水这一道是需要非常充分的，对，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脆口、爽口的效果啊。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它的味道，吃到嘴里之后呢，整个土豆片其实成了一个载体，它把那个汁水的味道全部呈现出来了，咸鲜、酸辣爽口、冰爽宜人，吃到嘴里之后，哎呀，真的太舒服了。对，就相对来说，这个土豆片就是在家里面做也比较简单，也适合这个季节。其实我觉得，你看啊，你刚刚说的拍黄瓜也可以拿这个汁水来拌，对，或者莴笋，咱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也可以。其实很多你爱吃的这种蔬菜类的，我们都可以。是的，哎呀，这个可以用的地方太多了。是的，就是根据你自己的口味，就像我们今天添加的蒜不是很多，有些人喜欢吃蒜，他就把蒜放重点。对，太棒了，这道菜特别成功，而且我觉得其实做起来也蛮简单的。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道捞汁土豆片的制作过程。第一步，小土豆切片之后冲洗干净，再用清水浸泡30分钟以上。第二步，水烧开之后倒入土豆片焯熟，迅速捞出，放入冰块水中冰凉。第三步，小碗中放入干辣椒段、蒜末，用90度的热油泼出香味。第四步，另起锅加入清水，放入香醋、生抽、辣鲜露，烧开之后转小火，加入白糖、鸡精、味精，熬制3分钟之后倒出晾凉，倒入泼好的辣椒中拌匀。第五步，土豆片控干水分，放入彩椒、焯熟的木耳，倒入调好的捞汁拌匀。管家小账本，土豆5元，辅料8元，共计13元。今天也非常感谢启鹏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的美食。好，我们一起跟大家说再见吧。好，管家，下期见。下期见。新生活好管家，江水菜是多少人的心头好？专业厨师长城教您在家制作清新美味的江水鱼，酸爽可口，赶紧学起来。接下来，夏日炎炎，凉菜系列跟大家分享腌汁藕片，好吃又好做，色香味俱全哦。最后，厨艺明星郭贴嫂子带来网红美食麻辣鲜香，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晚好管家。